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今天是大准提佛母圣诞这样一个殊胜日，大家看过高山仰止看过啊？我们师父在临涅槃前还给我传了准提佛母的修法。我们师父在文革前50年代，在普陀山修准提法的时候，准提菩萨本尊，就是像那个观，不是有个本尊镜吗？就那整个本尊镜整个现现出来，这样子哦，这样子，哎，对，这样子，对对，去这么列为主，两只当中两只，各个两只的当中，都这么的敲起来，哦好。祈求皈依受习地德明定力七俱智，我今亲在大众地愿与慈悲谁家务，南无十道内三藐三菩提，俱智内太子头，爱出离智离众地娑婆诃。我这样子啦，可是在普陀山，我在往盖的这样子捏一捏哦，中地精已出来了。哦，你的吧。所以我们师父修准提法应该是得成就相，所以我们师父的准提法是有加持的。哎，这个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我们再念一下啊。准提菩萨的手印，来，小指、无名指向内交叉，向里面这样子插进来，向里头交叉，然后中指竖起来啊，食指扣在中指上两边，然后两大拇指相并拢啊，对，就是这样。你看，食指是扣在中指的上面啊，这就是准提手印，准提印啊。然后跟我一起念：起手皈依梳洗地，头面顶礼七俱之，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加护。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俱智萨多南，三藐
三普通俱至难大自通安舍利主利尊提所婆诃南无萨多难三藐三菩提俱至难当自通安舍利主利尊提所婆诃然后把这个印放到头顶上解开再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就，准提佛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时候，为了拍高山仰止啊，我们各个地方去采访，当时有个疑惑，我师父住在这个国清寺啊，住了10年呢。住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岱山去了呢啊，访问到采访到国清寺方丈可明方丈的时候他老人家才说当时啊是因为这个49年呢舟山这边国民党部队他撤退抓壮丁把我师父的哥哥抓走了啊，师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因为以前师父出家之后啊，很少回去的。那家里面妈妈啊，有他的哥哥和弟弟在陪嘛。后来这个听说这个之后，师父就啊，一听到这个消息，然后这个。啊，也是替他哥哥伤心，也是替他妈妈啊，妈妈是没人陪了嘛，所以师父就哭了3天哦，国清寺就哭了三天，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才离开国清寺返回家乡，然后在岱山住了4年，陪妈妈。哎，所以我师父是不是大孝子啊？哎。一直送妈妈往生之后啊，我师父在上普陀山朝拜普陀山我刚出家师父就是跟我说哎，都说出家了还是要教化父母啊，教化父母劝他们吃素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哎，所以这个地藏经这个孝经啊，我们哎这个都在这个孝的氛围当中，哎，孝的氛围当中，啊，我们就是从本师释迦牟尼佛到诸大菩萨，啊，都是为了啊把众生当母亲一样的这样报恩和救济救拔，啊，啊，下面利益成王品第七。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提众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或脱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土赋予众时见困见重逐步生随若得遇知识替于减负或全与富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
虚行恶路，其恶众生从前毫间遍至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亦为设伏，以资前路，或悬梵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披之佛名，一名一号，利命中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多恶趣。原是眷属为令命中修此圣因，如是罪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照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尔所杀害乃即拜祭，无千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肇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成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忍眷属更为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护育邻人，更负少物，以是之故，转负困重。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与为修功德乃至赦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宝。大言大丈，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世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少生命中之后，眷属大权为照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己祸，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由神为之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痴辩论业躲，审定之后聚业受身，为舍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照福利救吧。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东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求复次长者是罪业。眷属骨肉为修迎灾，
资助业道，未灾时尽，即饮饮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勿生先食。如有委实及不精进，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护净，奉献佛身，是命中人悉丰获益。是故长者严服体重，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色灾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房获利。说是与时，刀立天宫有十万亿，哪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作礼而退。这一段虽然不长，但对我们人道是不是非常重要啊？这一品说完之后，你看阎浮提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这一章这一品就是展现地藏菩萨由本愿而到本行，然后积累了无边的福德，然后巨大强大的力量，对不对？在这一篇就可以展现出来了。甚至当这些鬼神听到哇，这他们这临命终的时候念到佛名菩萨名啊，能够这样的话，活的人念活的人得利益，活的人为亡的人念亡的人都得利益，背后是谁啊？背后是谁啊？哎，这就是地藏菩萨本势力，他积累了这广大的福德功德之力。所以本愿本行，本愿是久远劫来，本行也久远劫来，说积累了这个力。佛教里从这个角度上也说三护主啊，三护主，文殊菩萨代表智啊，观音菩萨代表悲啊，大势至菩萨代表力，力量啊。这一篇这个地方啊，成王获利，就是佛菩萨的力量啊，这里展现出来的。哎，佛菩萨的力量，哎，因为唯度众生，只要众生心念啊啊，心想意念乃至依教奉行的时候，就会这个佛的力量哇，就产生出，从这个因缘里面就显现出佛的力量来了。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这个经典里，地藏经里好多次提到这样子说啊，我们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啊，是罪啊。大家，那我动念，我现在动念是做好事呢。请问我们起心动念有没有污染我们的本然净心地？你只要污染算不算罪啊？那个慧明四品将军出家的啊，听说什么衣钵什么传给那个广东的那小子了，他不服气。我大师兄神秀说我们一千多出家人的这都师父啊，哎，他不传，传给他是不是被这小子骗去的？他是不是这样的啊？追想追把他追回来。慧能一路南下走了两个月，来到了大榆林。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传法弟子，这个人名慧明，曾经是四品将军，后来在五祖门下出家为僧。在追赶慧能的几百人中，他脚力最健，是跑在最前面的人。
据《六祖坛经》记载，当时慧能远远看到有人追来，便将衣钵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自己则藏入草丛之中。慧明赶到跟前，看到衣钵，上来便拿，可竟然提拓不动，于是便大声喊道：慧能这才从藏身处出来，慧明上前施礼。慧能说：你既然为法而来，就把万缘放下，不要生起任何念头，然后我再为你说法。慧明静默良久，这时慧能才问道：善恶都不要去思量，就此当下一刻，哪个是你慧明的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说道：我虽在黄美多时，却一直没有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你这是袈裟、衣钵、表性之物啊，那还了得啊！50年代，我们中国佛牙去的最多的国家就是缅甸，去过5次。居然有一次，他们就说，他透露给我说，他说，我们缅甸人民不想把佛牙还给中国了。这么厉害，你看佛一涅槃，他的8个皇帝徒弟全部带着兵就来了，要舍利啊，不舍利又打，要啊，打仗也要抢，我也要抢啊。所以那个到时候长者就说：哎，不可以这样啊，我们是佛弟子啊，佛教我们什么的，不能这样啊，佛刚涅槃，不能让佛伤心啊。这个8个国王才静下来啊，但是然后平分呐、啊，分的均匀一点，分的不均匀都不行。你看，那对不对？这就是有执着嘛，对不对？说你修行人，你的心地你都没回归，你这个如意一样的没回光，你就不如意的啊。他一回光，当然六祖大师这个时候加持力是很大的啊，从小就清净。然后到了8个月又受祖师印可密咐，这是有等于他是跟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是接上线的，对不对？那他跟你讲一句话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当下他就现现了这样子的很清净的境界，马上磕头啊。他这心里面想，我出家这么多年，我今天才我心地得到安定下来了，找到佛性了嘛。所以我们平时与本然的净心地不相应的，这都叫无非是罪。佛有法报化、功德事业，其实众生有没有？众生也有，众生只不过呢，哎，若有形象尽虚空，亦不能纳受，对不对？那个什么，佛的福德遍满。我们呢是有时候夹杂罪业，夹杂的也变满，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佛法知道了之后，那要把自己脏的要把它净化，善业积累起来，脱祸善利，脱了地狱的苦、恶鬼、畜生的苦，获得了人天的善利，怎么样？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就，对不对？哎，这是这个意思啊，脱了苦道啊，获得了人天善利啊，获得人生呢、啊。但是一好了伤疤就忘疼了，问哪来的不知道，哪来地狱里来的也不知道的，哎，恶鬼啊，畜生来的，很多人都你说很多人投胎的，哎，那都地藏菩萨从三恶道救出来的，哎，所以好了伤疤忘了疼，然后遇到恶缘怎么样？又顺着恶杆子爬上去了，就念念真意就往上增长。是等被人如履泥土啊，就好像踩在沼泽地里一样啊，咋的？
然后这业障重了怎么样？会不会陷下去？会不会陷下去？哎，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以为我们踩的这个大地上是很坚硬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业报是，你想想看啊，为什么老祖先要说君行健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如临大敌，讲谁啊？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觉得好像这个大地很那个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业力一旦成熟，你就觉得地就不存在了，你该到哪儿到就到哪儿到。我们踩着的这个也像地藏菩萨的大愿一样，把我们拖到人道来的，好不容易把我们拖到人道来的，但是我们造罪又造的业，好像好嘞，哎呦，踩在这个地又承载不了我们了，又下去了，像冰一样，哎，又走到薄冰的地方来，扑通就掉下去了，哎，那个冰呢还比较脆，还比较突然。这里比喻叫泥土，你增一下分量，脚就陷下一点；增一点分量，就陷一点。用这种，如果以这种智慧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哎，我们平时说，哎呀，我老了，我黄土已经埋到半截了，埋到半截了吗？有的人都埋到脖子了，有的人头都没掉了，就还有口气在。有的人虽然在人间呢，早就他的业报已经在下面了，对不对？所以我遇到一个年轻人，30几岁，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去过阿鼻地狱了。我说为什么？他倒蛮老实，遇到我全部讲老实话了。他说我几岁就逃学，不听爸爸妈妈话，逃学出去就交坏朋友，偷东西。几岁哦？就偷东西，大一点偷自行车，偷摩托车，偷到的钱，小孩子就抽烟，钱多了还学吸毒，抽烟吸，那么小就抽烟吸毒，十几岁就被抓起来，抓起来放出来之后怎么样？继续做坏事，能力更强，又抓进去，然后又出来，出来又抓进去，就这样，反正就，一出来就是做坏事，做了坏事吃喝嫖赌，吃喝嫖赌，然后后来做坏事到什么程度了？就他自己梦里就梦到下到地狱里去，看到阿鼻地狱，就这四个字看到，阎王还跟他说，还跟他这样讲，他说世上的人呐。30岁就死了，只不过很多人是到80岁抬出去埋掉而已。这阎王也要跟他讲的，他还有着还下了地狱见阎王了，哎，他醒过来，他这个就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讲，哎，那我听了这个我也思考呢，为什么30岁就死了？那我们有一句话嘛，前世的福报到30岁就想的差不多了，对不对？30岁之后是要靠这一辈子的福报来延续的，对不对？那很多人是不是活到30岁，基本上福报都想的差不多了，是不是等于已经死掉了？是等到80岁抬出去埋掉啊？我这句话很那个的。那从这个上来说，你说那个黄土真的埋到哪了？是不是像踩到泥土上一样？越来越重，又陷下去，又陷下去，又回去了。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我拉上来，用他的福德让我们做人呢。那我们想想好了，我们30岁之前为什么30岁就死了？我们想想，我们30岁之前做了什么？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乃至对我们自己家的父母有利益的事？你想想看好了，你是索取的多还是付出的多？30岁之间索取多付出多？哎，索取的多啊！从生下来到30岁，都是个修行的人吗？你是个胎里素，你生下来不吃肉的，哎，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30岁以来，想是想着前辈子的福，想着祖先的福，造却造着自己的罪，自己身口一造恶业，对不对？
哎，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阎王爷他眼看得很清楚的，他是讲我们世间人，他只是跟他讲说你们世间的人哦，很多人是30岁死了，80岁埋掉而已啊。所以这个世界很多行尸走肉啊，多行尸走肉，如履泥土，负于重石，渐困渐重，足不深邃。若得遇知识，遇到善知识，善知识谁啊？都是有大愿大力的菩萨啊，化现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里来的做善知识的，对不对啊？哎，所以那请问他有没有力量？他有力量来，你看，替于减负，替于减负，获全与富啊！你像我这个冒充善知识，我就体验到了。你们给红包，特别有一次，一个说师父师父我肚子疼，一边说着一边跪下来给红包。啊，我说哦哦，我还没怎么往心里去呢。我可红包一拿过来，我肚子疼了。哎，所以这个虽然我不是说我没有发愿，我还没对他发愿，我还没给他修自他消患呢啊。所以这个红包不是好拿的耶。啊啊，我这个还不是说啊，我替你哦，我替你，你肚子给我疼哦，我还没这样的。但实际上，那真正的善知是怎么样？他就是发愿的，我替你。你造的恶我替你，我的福德给你，替于减负，或全与负，对不对？要留给我们一点点，有可能我们都没有资格来做人呢、啊。有可能都是你的业好，我都给你背了吧，给你到人间来做个人，给你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反省的机会，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全与富，是知识有大力故。请问这个大力哪里来的？是不是他无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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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僧底劫来修功累德积的？就像那个大富长者，那个大慈善家一样，他一拿100万做好事，1000万做好事，他1000万100万偷来的，他要偷来他还做好事，早被抓起来了，对不对？他也是辛辛苦苦积累来的，别把别人钱不当钱。所以有时候，那有时候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讲，那我也是给大家一个证明嘛。我普通家庭出身的，跟你们一样，读书的时候还没大家智商高呢。哎，那通过学习佛法，依教奉行这么修，哎，我修的后发现还有一点力量。那既然我通过修清净身口意，吃素念佛听经闻法打坐啊，这个修供养啊，我到哪儿都喜欢供身，种种的这些啊，能够积累一点善业力，那你们也可以积嘛，对不对？哎，你都指望我，哎，所以这也是一种证明嘛，啊，所以佛也是希望培养我们能够自立，能够戒恶修善，能够这样走起来。虽然有大菩萨回来救我们，但是还是希望我们能觉悟，能自己直起腰杆来，能够面对自己，戒恶修善自己的命运啊，走出自己的光明的大道来，在诸佛菩萨的护持下，对不对？就像妈妈一样，能抱着你走的，抱着你走，妈妈还很享福的，跟亲子关系，哎呀，妈妈疼你啊，怎么？但是虽然这样，是希不希望你小脚啪嗒啪嗒自己走起来啊？希望的，拉着你，扯着你，来走走走走，哎，拉了老半天，哦，会走一步了，妈妈高兴坏了，我儿子会走路了，我儿子会走路。请问我们每个人学步是不是这样学起来的？都是这样学起来的。虽然妈妈会抱我们的，哎，
你就是傻子好了，你瘫痪好了，爸爸妈妈都会抱。但是作为你，你不是不健康吗？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我们你看，那既然我们已经是佛菩萨这样把我们弄，其实我们再扶不起，你再扶不起你，我们现在已经是做人了，已经是佛菩萨把我们从三恶道里捞上来的了。有罪罪佛菩萨替我们背，没有福佛菩萨替我们修，让我们有资格做一个人。说你再不好好修，你还准备怎轮回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是不是说这个叫惭愧心？惭愧心。所以印光大师为什么称自己叫常惭愧身？就这样，因为惭愧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最低的底线。一个人惭愧心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再与跟他讲真理了。惭愧是一个人修行的最低底线，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应该读到这个这一品的时候，要升起一个大惭愧心。啊，特别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热泪盈眶，我都啊，那个佛菩萨就是这样，你看。哎，你知道这里面讲讲这几句话，你要在我们人间百态，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生癌症了，你痛得不得了。菩萨看到你，怜悯你，算了吧，你癌症给我生吧，我把健康给你吧。哎，你就忽然，哎，我拜了个佛，我磕了个头，我回来癌症好了。你癌症到哪去了？你那癌症，你的恶业到哪去了？到佛菩萨那去了。不管是哪位大菩萨大佛来，最后都是满身是病。所以我读虽然说哦，好像很简单，替我们背了，或减负，或全与负。你知道这个是，这个善知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了？是知识有大力故，这个大力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也是佛菩萨累劫修行这样子积累来的。哎，你要说安住的佛无为法力，我们看都看不到他。他要住在长寂光里面，我们哪里看得到他？他就是趁愿力来到我们这一个，哎，这样一个业力的世界，然后把他的无量劫积攒的大福德力给我们，啊，像大福长者一样，藿香扶助劝令老脚，一边帮我们一边啊，你站稳了，你站稳了。哎，如果把你跟拉着你带到平地。若达平地，须行恶路啊，要反省啊！恶路是谁推你下去的？不都自己走的？自己走，现在别人把你救上来了，你还要自己往里走吗？无再经历啊，不要再回头到那个恶的世界去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再次说：“世尊，但是那些习恶的众生，从千毫间变至无量，一回回功夫好了。”又造作无量的恶业了，这无量的恶业又变成恶果，又变成他的三恶道，又变成他将要去的世界，他把世界又得造好了。世诸众生由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亦为设伏啊！也就是说，你到殡仪馆，你到哪儿就看死掉的人，有几个死掉是福满满的死掉的，哪个不是罪满满的死掉的呀？死之前就已经挣扎在三恶道的门口了，你到这个医院里去看看啊，就已经开膛破腹放射啊，如烤如那个如冰，这用这个用冰的，那个用火的，哎，这个割肝，那个割肺，哎，这个割巨腿，那个对不对？就已经这样了。哎，有几个什么福德满满的，福德满满的说五福临门，最后他家里笑眯眯的啊，红光满面，像睡觉一样的，哎，走的很少很少，人太少了。这除非我们学佛的，我们能够戒恶修善的啊，那还好点。你在那看这世间人呢，啊，所以说应当为他设伏啊，因为他带着恶业走的，你可怎么办啊？这前途恐怖啊，三恶道里，怎么应当为他设伏，以资前路，或宣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你看表面上这个翻盖油灯，从表面世俗上啊就是翻盖油灯，但是如果没有圣意地上的翻盖和油灯的真实意，你点世俗地的翻盖油灯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人间如果没有人懂这个大道理了，懂得这些真谛了，
那做那个世俗的也没有用了。哎，翻盖代表什么？翻盖代表报身的修法，油灯是代表法身的修法，法身光明，这个光明是什么？哎，这不是说我们这个物质的光啊，点着去物质的光，有修行人呢，哦，就把这个物质的光啊，哦，你看点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以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这是短的四句，长的点灯祈愿文，对不对？啊，稀有光明此灯烛，哎，这他就把这个灯，物质上的灯升华到精神上的那个光明，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才能送给那个死的人呢，否则你那盏灯那个死人手也抓不住，他要观察出来，棺材手伸手出来抓那个灯还把你吓死的，那他这次抓不住，眼也没有了，都看不见了，那你得点一个物质的灯对他有什么用呢？那不就是因为点灯的人要懂这个道理吗？对不对？哎，要等哦，他是从物质的升华到精神的光明给他的。那个帆也是这样，从物质的这个哦，这帆是什么？就风吹过它会飘，上面有圣号，这个叫帆。这代表什么呢？这风是什么风？是大自然的风吗？不是大自然的风啊，我们前面讲到了天地的宇宙的能量啊。哎，这是我们，这是 DNA 旋转，它不需要有发动机的，这是本身这个宇宙里就有这个能量的，不要电池，不要那个的，是指这个啊。哎，所以佛法它要来开解，不开解不知道，因为观音菩萨滴两滴泪变成绿度母白度母，白度母是指诸佛的身体，绿度母就是指那个报身的现象啊。为什么是绿的？风在佛法里是绿的颜色，那是什么风？那是报身的大悲风啊。哎，如果有明白的，那个大悲风一吹到，他到中阴哪一条界都能把他救回来。所以观音菩萨有金刚锁啊，有那个如意锁呢，把他勾回来，给他送到极乐世界去，靠什么？就是靠报身的功德力啊。所以幡啊灯啊它都是表法的，如果法不存在了，这个也就意义就不大了，就变成世俗地的了，世俗的了，连地都没有了，就变成凡俗的。地还是一种道理的，它是因为有相对那个来说的层次来说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哎，做呢在做这个，因为正法时代佛陀教过这些的，但是慢慢慢慢传东西在放在那里面的含义不知道了。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号，都是念圣贤的吧，对不对？肯定这时候不能再念大恶人吧，所以念有功德的。那功德你要懂什么是功德吧，哎，所以是这样。我们现在可怜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知道功德为何物，也不相信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功德，功德对他来说一点概念没有，甚至胸臆当中充满了罪恶，又不知道罪恶有多罪恶，这就叫恬不知耻，又不知道耻，这个种就是现在人的这种，就是这种状态，哎，充满了罪恶，还没有对罪恶的耻辱感，也不认识那个就是罪恶，然后对功德也不知道功德是什么样，对功德一点向往之心都没有，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功德，对不对？如果你的子孙或者你的家庭里面是这样子的，你说说他还会念佛念菩萨念谁吗？不会的。只有懂的人才会念懂的，才会念懂佛的人才会念佛，对不对？哎，那现在懂的人没有了，就所以现在就哎，大家一起来搓麻将，哎，大家都懂麻将嘛，对不对？除了麻将之外，佛菩萨什么没有懂的？你要弄那一套，你一个人，你比如说100个人是搓麻将的，你有一个人念经念佛的，还管觉得你很奇怪呢，是不是？都觉得你很奇怪，干嘛？你搞迷信？这什么时代了还搞迷信？对不对？哎。所以念佛的人念辟支佛念哪，你不管怎么样，那说明那念的人还是有德的，对不对？
反过来说，人间如果这种能念佛、能念菩萨、能念辟支佛的人，这种有能够知道有道德的人，能崇尚圣贤的人都没有了，那真正的就叫人天眼目都没有掉了，人间一片黑暗了，就，对不对？那会不会让它存在啊？会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不会？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大悲誓愿力啊？三宝哥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给我们带来光明啊？对不对？一开始就是唱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学佛了还不知道，哎，奇怪呢，这个是三宝哥怎么一上来人天长夜，天上不是有太阳月亮吗？哎，那只是物理的灯光啊。哎，人天长夜，宇宙暗暗，对不对？很多人不理解的，学佛慢慢慢慢你才会知道指的是什么。所以实际上能做到这是不容易的，实际上能有人来念的，这一个人念，哪怕是个老太太，哪怕是一个什么能够来念的，都在这个末法时代都不可思议。哎，这些不可思议的人是谁啊？就是在座的我们呢。我们对佛有信心啊，对不对？我们遇到别人去世了，我们给他念经，现场不行，我隔壁我给他念，对不对？哎，只要随他说之人，我们都会给他。哎，所以我们在座的反而变成世间的希望，所以要给自己信心哦，不单单信佛，也要信自己哦，对不对？父母临命终时，家里眷属为他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提到在整个供养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啊，菜呀、啊、米呀、啊，不要啊丢到地上，不要干嘛？这在干嘛？讲这段话是干嘛的？到庙里去，就是是不是要，就是这个身心要收摄啊，心存恭敬啊，不要大大咧咧的，知道吗？到了三宝地啊，去供三宝啊，不要大大咧咧的。哎，甚至啊，这个，你去供养三宝的，三宝是就是你就是要放在最高的，哎，自己要细心啊，要细致啊，恭敬的去做这个。哎，你像我们供水一样，供水也是有讲究的啊，供水每一个水盏之间隔1到2毫米的距离，倒水的时候不能满出来，也不能不满。哎，那你想，这倒供水，在佛面前供水，在做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佛要求我们这样，请问这个是不是你能够做到？这个代表你很细心啊，很专一啊。如果细心专一，那你心是不是很清净啊？这清净的对着佛的话，是不是会产生很大的功德啊？对，反过来说，你对着佛面前那个杯子，啪啪啪啪啪去乱摆，哎，这距离哎大的小的，哎，倒水的时候又倒，呼洒出来了，又倒，嗯，半杯，怎么样？这样是不是心意散乱？哎，然后也是，这是不是怠慢佛啊？哎，就讲你家有个客人到你家好了，你放杯子要轻轻的放，对不对？倒水的时候那不多不少，正正好，是不是？连手势都要做到位，然后代表你有待客之道。哎，如果有个人来了，给你一个手拿个杯子，啪一放，那水咔一倒，那别人是不是又觉得你这人没水准？是不是？这人对你心里面分数已经呼就降下来了嘛？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哎，所以这个修啊，修行要细心、虔诚、清净心。在这个过程当中，请问那三宝只是你恭敬供养的对境啊，对不对？你在这个殊胜的对境面前，要这个自己的身口意能够降服，能令他身口意清净啊，这是不是就同时产生功德了？哎，所以到慧日寺去参加法会，大家都知道哦，要斋戒三天。我就偷偷乐呢，我说哎呦，斋戒三天来法会，我一句话还没说呢，法会还没做呢，你就已经修了三天功德了，都是不是？
其实斋戒三天，这你已经修了三天功德了嘛，对不对？你那三天功德回向给你爸爸妈妈、历代祖先，那已经能量很大了，都是不是？是，其实就是，所以我偷着乐，哎呦，不错不错，哎，就是也是有这样一个，所以我们做事情啊，这佛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这样子的话，哎，那除了要利益亡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得到利益了？哎，所以这一品就叫存亡什么？哎，获利，存亡获利品。好，这一品第七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起手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3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8686，039898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大家好，我是马街儿童病院培训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请同学继续过来洗手、挂嘴安等等的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请家长特别注意囡仔的身体状况，假如发烧或者身体不爽快，
请两早看医生，踮在厝里休困。而且在学校也要请同伴和同学定时清扫学校环境和设备器材。使用空调要开车和窗，确保通风顺利。坐校车请专程挂嘴安。食饭之前要洗手，食饭唔通讲话。校园防疫照起工，安心学习有保障，让咱做伙打拼，守护大家健康。一天，佛陀从肚皮长者的门口经过，那时长者不在，看见长者的家布置的富丽堂皇，大厅旁还放着一张精美的座椅，有一只狗很舒服地趴在上面。这狗看到佛陀探头进来，就从椅子上跳下来，凶狠地一直吠，汪汪。你就是这份贪嗔之心不去除，过去生这样，现在生也是这样，脾气依然不断。没多久，肚皮长者回来了，这只狗不像平常一样高兴地跑去欢迎，一直趴在地上不动，连主人叫它它也不理。于是主人问佣人，是谁得罪我的狗儿，怎么不高兴了？佣人向主人报告，刚才佛陀来过，讲了几句话，他就静了下来，连饭都没吃。这位长者爱狗心切，马上去找佛陀质问，您是那么慈悲，但为什么经过我家却骂我的狗，让他闷闷不乐？你关心这只狗是正常的，因为这只狗过去生是你父亲，所以你这么关心它，它也很喜欢你。肚皮长者听完不太相信，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是我的父亲呢？他有守财执着的习气，在你小时候，他怕财产失落，所以埋藏一些金子和财物在家里，因为他执着的念头很重，死了以后还不放心这些金银财宝，所以又投胎到你养的母狗胎内，跑回来看守这些财宝。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回去问他过去所藏的财物在哪里。肚皮长者听了半信半疑，回到家后，他摸摸这只狗，对他说，你如果真是我父亲，就带我去你埋藏财物的地方。结果这只狗在椅子底下不停地嗅来嗅去，并且用爪子一直爬。长者看到这只狗的举动，就叫工人移开椅子下的地砖，挖掘了一尺多深后，果然发现许多装金银财物的瓮和珠宝箱。这位长者看到这些东西时，不禁泪流满面地说，好夸张啊，如果人一心执着实在可怕，父亲为了守住这些财物，竟然死后还回来投胎身为一只守财狗，真是可怜又可悲啊。学佛多一点，父母亲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不要对物质和金钱斤斤计较。孩子的学习成长过程中，父母亲是最重要的榜样，凡是教孩子以正确的角度面对，那么他长大以后便不会是个小气鬼，也不会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子，对事事物物都可以中庸之道面对。佛教讲不执着，就是说凡事都应该看待，不应该对某件事情固执追求。世上绝大多数人执着于名利食色睡而生起烦恼，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智慧的人，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不要让烦恼主导自己，甚至于弄到想不开或做傻事，而是要转一个念头，因为所有的事情总有烟消云散的时候，人生如梦如幻，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